今仔日来，阿恁嘛真欢喜，是无？是。啊，我嘛是真欢喜呀。家人呢，师父要甲逐个人讲，师父对家人亏欠足多啦，因为逐个人的爱心不断付出，啊，我是吼真少来家人。啊，拢是恁伫咧付出，会记哩吼、哦，一二十年前，我捌来过啦。啊，迄当阵吼、哦，环保呢是安尼来迄一天啦，拄啊好叫做环保日。哦，一到家人市内啦，啊，那会看到吼、哦，街啊路吼，啊，拢是。车啊，车拢是吼、哦，牵着迄个租借环保回收的车，好整齐哦。啊，拢是载来路边啦。啊，路边呢，迄一天叫做环保日，家家户户巷仔底啦，或者是街仔路啦，啊，远的将车载，近的呢是人提出来。啊，就就地分类啊！啊，分类了呢，啊，就马上再走，恢复迄个街仔路的景观吼、哦，还是很干净。这是吼、哦，予我印象足深嘛。我们环保回收有人分类啦，让它归类，很自然啦、啊，垃圾减少。真正的粪扫无偌济，多数拢是塑胶类，啊，就是塑胶类呢，予咱的土地吼污染，予咱的土地呢千年不化，就是拢粪扫，拢是塑胶，所以我会一直呼吁吼，现在大家人爱关心大地啦。啊，这个大地呢是需要，是咱人，人人付出一份的关心，人人嘛有责任。好，比较好吧。刚刚好。好，感恩大家。啊，感恩哦，感恩巴拉地，巴拉地，还有那个那个什么，我再去啦，到位的时阵，啊，看到呢，环保菩萨的身影啊，九十外岁，八十外岁，七十外岁，那六十外，五十外，安尼呢，伫咧付出，哦，真的是心哦，很感动啊。按底下底咧处理吼，啊，看到因整处理个足整齐哦，我着随手吼，把迄个因个塑胶吼，啊，捆个一捆一捆吼，啊，我着随手吼，去个安尼提起来吼，我哇，那会足整齐啦，安尼一根一根啊，足清气的。有一位菩萨就甲我讲，伊讲这叫做。塑胶春茧，塑胶春茧呐，有影呢，啊，就是用塑胶哦，一根一根哦，啊，安尼根根呢，真的是好整齐，塑胶春茧吼，那我伫遮个学一个新的名词了吼，塑胶春茧吼，那看到了，迄种用心，我问讲。啊，这拢爱安尼分哦。伊讲是啊，这是 PP 呀、啊，啊，这是 PC 呀、啊，哦，等等。那老菩萨呢，总是 A、B、C 都会讲哦，哈、哦，真正无简单呢，哈、哦。嘛，看到
高枕挽回啊，他还有心愿啊要说证。我的心点啊也是同样啊，95岁呢，老菩萨也是在培训哦，就是要让师父受证哦。你看做好事无人老啦，应该呢人人都有机会哦，师父真需要任何一个人一世人呢，那咱完成咱的终身大事，这就是咱的终身大事啊，这是名副其实啦。其实呢，咱年纪大了，咱有一个方向，咱有一个真正的在社会，老人无问题，而且呢，老真有路用，很有价值，咱会当过修大地呀、啊，所以。师父嘛，无要人老啦。虽然呢，住者已经52年啊，啊，都知影讲吼，师父已经偌济岁啊。我成立住者呢，将近30啦，啊，都知影讲哦，52年啊咯，吼。所以呢，哎，唔通人老啦，吼。那有会是卖无钱啦，啊，不过呢，咱的时日无空过啦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。所以老菩萨不要人老做得对啦。我们这次在6月5号那一天，6月4号，那我们师兄师姐就来到现场来关怀。那刚好也就在6月5号这一天呢、啊，那我们的国军也撤退了剩下1/3的兵力，那也刚刚好就是我们的师兄师姐，我们的国菩萨来到了现场。那来到现场的大概都超过65岁以上。很不容易的，就是那个走下去，所有的泥巴，这样一铲一铲的挖上来，还有大家很合作的这样子用同时的搬上来，那我看着实在是真的很不舍。假使我有爸爸妈妈，我往干活安尼住，当初人家作为人家菩萨，给人家做干山啊，吼，我看人家是两干，当初无论我们比赛啦。我是内心非常感谢，也代表我们所灾区的这一些所有的弟兄，向我们的上人及所有的国父大人说一声谢谢，感恩你们。那为了这一回啦，救灾真正是伫家人的，是百外人，村的拢是吼从台北来，实际人呢总是无分讲吼，啊你的苦我的苦啦。无分，所以第家人会当动员呐、啊，100-200人呐、啊，包括这个周边大家人吼的付出啦。那其实呢，400多人拢是对待白来哦，吼，这是爱的能量啊，不分方向，不分远近呐、啊，总是呢，需要走。做得对啦，其实呢，这回的家人吼，啊，地下室边啦，这吼，拢是上年纪的人，嘛有80外吼，哇，那对地下室安尼遮拢安尼，挂窗啊挂顶顶吼，爬了，迄个真重的物件安尼起来，嘛袂少呢，看到规身躯安尼吼。真的很真忝，真忝，大家人拢有年龄啊啦，看落实在是真唔甘哦吼。那是不是咱伫家人区呢？人吼都互动起来，伶伶俐俐啦，都有慈济的。我们平常可以和和互协吼，大家人拢合心合气。好好的把咱的邻里呢环保做好啊，爱土地爱邻里哈，那这平常大家做好来，很自然的有事大家一起，人力就会多了。我们的社区爱的能量平常呢都要凝聚，一旦有事，我们的力量就团结起来，去付出。啊，总共一句啦，今仔日来真正是欢喜的代志真多，看到咱的地区吼，那
议员啦、啊、区长啦、里长啦，都这里讲核心啊，所以你们的家人呐、啊，应该呢都很有福啦，为民服务的哈、哦，都是那样的关心，所以我们呢更要核心，所以把这个爱的能量凝聚起来。不为什么，为我们的健康，为这个大地无灾难，安呢，这就是咱的福。